这牙怎么了？我觉得他挺喜庆的。我昨天没看见你，什么叫又是我？我今天才第一天来，第一次来呀。哦，那个打个广告。什么叫又是这个裙子？我昨天不是穿了这套衣服呀？你们是不是故意老是跟我作对呀？干什么都不对。谢谢啊，感谢别哥，看跳舞最爱993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谢谢，谢谢。真讨厌，干什么都说怎么又湿又湿，我昨天不是穿这套衣服。找个舞蹈啊，谢谢。没有，挺好的，没有小肚子。谢海盗哥。行，又是我，又是我，又是我，我求关注了。别哥，裙子长了点，不能再短了。我穿别的短裤，他们都说短，都不让穿。啊，然后再找个音乐啊。那就跳这个吧。裙子不好。我的牙不好，你的牙好，你不要长这样的牙就行了。我昨晚上睡觉，这两天睡觉都是用手指摁着这颗牙的，我都怕让你们说了这颗牙长出去了。我不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行了，你以后不要长这颗牙就行了。然后找个音乐啊，跳这个吧。讨
讨厌鬼子。休息两分钟啊，有点累。好，然后这个时间那个大家点一下右下角直播室通知那个勾啊，行吧，把那个勾点一点呢、啊。然后爱跳舞就来993，创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谢谢。休息个几秒钟啊，真的有点累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还是头一次有人来夸我说这个牙不是龅牙，是虎牙的。我每次来之后，他们都在打击我这颗牙。我现在都没有什么信心了，今天还是第一天有人说这不是龅牙的，没有一大一小，这眼睛就这样呀。好吧，然后再找个舞蹈跳一跳啊！感谢梁烟哥，哎呀，太难得了，再找一个音乐啊。就是短腿腰高了，就这样了呀，那不能太短了，还行，往下抻一抻。再找个音乐先。
谢谢，感谢寻你哥。没塞东西，它就是比较大，老是往下掉。好了，然后那个打个广告，然后感谢新水哥，那个看舞蹈就在993，全网最专业、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谢谢。左上角有一个我现在开饭店的预约通知，然后大家把那个预约通知那预约点个勾就行。啊，对，没错，太大了。然后还剩一点时间，大家可以把这颗心啊往上点一点，还剩100多秒了，可以休息一下。Party people in the house, we back again, good time around, never gonna stop, never gonna quit, once again bringing back the flavor like this. 然后右下角有个直播室通知，那勾着点一点，还有80秒。啊，头一次生了这么长时间啊！啊，算了，那个，要不就不跳了，就这样吧。反正我看你们也不是特别喜欢。感谢五金哥。对，然后把那个心呀，都可以帮叔送一送呀。这是短裤吗？对啊，这其实是一条短裤，你看着它好像是一条裙子，其实它是一条短裤。短裤的里边还有一条短裤，要不然怎么这么热呀？其实都出汗了。有些衣服你看起来你觉得它好像挺多，其实它不多，看起来很少，其实它里边很保守。聊起来，聊起来不就违规了吗？你怎么不聊起来呀？对，里边还穿了一个安全裤。还有10几秒，还有10几秒的时间了。那可以点一下麦序上的关注呀。嗯，还行，那好吧，那就休息一下，谢谢小伙伴，然后欢迎来到九九。